请合掌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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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。第二十一首记。安乐佛国诸菩萨。 夫可宣说随智慧，于己万物亡我所。静若莲花不受尘，往来静止若泛舟。立安为物使地没，彼己由空断二想。然智慧炬照长夜。 三明六通皆已足，菩萨万行冠心眼。如是功德无边量，是故智心投面礼。安乐佛国诸大菩萨，凡有讲说、宣扬佛法，都随顺，呃，如来智慧。他们对自己以及。 一切万物没有了我和我所的心，就我所就是，呃，我属于我的这种想法。比如说，什么叫与己万物呢？比如我的身体啊，我的房子，我的国土，我的企业公司，这些都属于叫我，就我所我的，我的什么什么什么。 那么这些菩萨呢，他已经没我的这些东西了，没，也就是破除人法二执，于己万物往我所，净若莲花不受尘啊，心地清净，智慧清净，就好像洁净的莲花。那么莲花，你看了、啊，他这个早晨到莲花池里去看，莲花非常的干净哈，就是尘埃都落不上，水珠都滴不上啊。你看有水珠啊，哪怕你浑水，你看这个荷花叶啊。 如果水是浑浊的，但是你想染这个叶子，它有一层油一样，呃，它就是也染不染不上，它是干净的。什么叫莲花出污泥不染？往来静止若泛舟。这纸呢，它这个呃菩萨的自在随意啊、呃，若往若来。 若静若止，止就是静，就是运动；止呢就是安息。啊，打了一个比喻，像水上行舟一样。那么水上行舟呢？呃，显示它这个自在安乐、舒适的象状。利安为物，是以利安乐众生作为他的使命啊，作为他的职责。舍敌莫敌莫啊，这个字呢，适合的适。 这个读音的话，在这里啊，它是一个多音字啊，呃、你应该读作“笛，还读“地、啊”还是“笛呀？第几声啊？给查查看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啊、呃，“莫”就是声疏，“笛呢就是亲密。就说菩萨他利益众生、安乐众生、救度众生呢，没有彼此亲疏之分。 没说你给我中午供养了几个水果啊？嗯，对于众生啊都是平等的，冤亲平等就这意思。比己由空断二想，比己就是人我是非啊，人我比就是别人己就是自己啊，就是空。这个人我见解是非啊，这些呢都已经空掉了。那么断二想到底指什么二想呢？ 呃，没有一个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哈。那么这里呢，如果按照上下文的意义来讲，可能就是指说是无人无我这样的意思啊，没有人我之狭，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。有人有我，有是，有非，有能，有所。那这样呢，就落在这个二二项当中。 那佛菩萨呢，度众生啊，都是安乐佛国诸菩萨，都是一如平等，所以叫比己由空断二想，燃智慧炬照长夜，呃，为救度众生啊，燃起大的智慧光明，像呃火炬一样，照破漫漫长夜，三明六通皆已足，菩萨万行贯心眼。 菩萨修度修行六度万恨，这六度万恨呢？呃，这里用一个菩萨万行观心眼啊，这词用得很好。就是说这一心总摄万行啊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，有慈悲心、怜悯救度众生之心。这个、眼呢，代表他的智慧，在眼下面呢说了是无眼啊，无眼具足。 如是功德无变量，事故知心头面里那么这一段呢，它是根据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我们《圣教集》第一百页，大家可以翻到。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，这一段主要讲的就是菩萨安乐佛国的菩萨度生的事业。我们第二首二十首偈子呢，是说他上供诸佛，这里面就属于下化众生了。嗯，那怎么化众生呢？就讲了自利利他两这两方面哈。 一百页说呢，佛与阿难、生比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，常宣正法，随顺智慧，无为无失。就是佛讲法没有失误啊，没有，呃，跟事实状况不吻合啊，也没有呢，呃，不对根基的，叫无为无失。于其国土所有万物，无我所心。 这讲前面说了嘛，于己万物亡我所，无染浊心。那么这无染浊心呢，他用了静若莲花不受尘这句话来形容啊、呃，没有染浊。去来静止，情无所系，随意自在。那么这个呢，他就用了往来静止若泛舟，就说在很自在的在水面上啊，轻松自在的划了小船啊，这就是我们这边就感觉。 那种诗意的感觉，就是他情无所系，情无所系没有固定的说，呃，让我们就是情感有所系缚。我们在这世间，你不都情有所系吗？啊，母亲一定给儿子拴住啊，这百分之百的。那当家是一定给庙子拴住啊，这也百分之百的。这你到哪，你肯定系在那个地方嘛啊，情有所系。 当然，菩萨还可以说情系众生。那么，虽然情系众生呢，他已经是就是立案唯物，史敌莫，啊，比及由空断二想，所以所谓的情系众生也是无所系啊。但是我们没那样智慧。那他用这个泛舟啊来形容情无所系，随意自在，无所蒂末，无彼无我，无进无讼，啊。这就说比及由空断二想。下面呢，就是然智慧炬，照常夜的说这一大段话哈。 三民路通皆一足等等，那怎么说呢？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义之心，这些词我们读一读就很好了。因为我们要专专门讲学呃《无量寿经》时候呢，再详细说明。你看对众生，那佛这个安乐国土的菩萨对众生什么样的心啊？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义之心，以大慈悲心来饶义众生，只想给众生利益，给他丰厚的利益，饶义。 柔润调复，无愤恨心，对众生啊都柔软润泽啊、呃，这个呃毫无钢架，就是调调顺啊、呃，柔腹，没有任何的火气没有愤恨，无愤恨心。离盖清净，无厌待心。离盖，离盖，离盖的知道吗？盖就是缠盖啊，盖就是烦恼的意思。 盖不是，啊、呃，这个就是佛法的常，就是常规名词，不要看错了。离盖，离什么盖啊？盖是就是覆盖，我们叫五蕴，五蕴烦恼，这个五蕴覆盖身心，蕴也是一个意思，蕴色受想行识，蕴就是说这个也是累积把你盖住啊。这个烦恼在佛教里面是特别多，同样名词特别多，烦恼是我们最了解的，又叫呢尘垢。成 啊，尘垢，又叫做呢缠，缠就缠缚的缠，又叫做盖，盖就把你盖住，覆盖真性，让你的心地不能明朗，不能明见事实，啊，又叫做漏，有漏漏就是这个让我们真性留住啊，不能够有无漏功德漏掉了，漏失你的幸福啊，又叫做这个结，结就是打结呀，把你心里边扣上一个结让你。 捆捆缚在这个娑婆界，又叫做使使，就是被他所驱使，你不能自在，啊，又叫做窗，烦恼叫做窗，这多了词儿。离盖清净，远离一些烦恼，内心呢清净自在，无厌待心，对众生啊，从不厌，从不厌烦，从不懈怠，无厌倦的，无懈怠的利众生。 我们还没做点小善事儿，就就觉得够了啊，就厌怠了哈。没得到无生法忍嘛，难免难免这样。等心平等，这个等心啊，非常舒服的。你说我们在地上站，如果这个地不平等，你站能舒服吗？你肯定不舒服呀、啊。说你站不要站平地上，专门站个大斜坡，啊，站得很不舒服。 那我们人都是以心，我们都是以心啊作为立场，我们是其实是站在心这个地方。但你心不平，那你能舒服吗？你看自己的儿子比别人好，这心就不平啊！啊，我家的房子怎么样呢？你心不平，人说不怎么不痛苦啊？你点点滴滴都在痛苦，因为你的心不平啊！你看众生不平，你心不平，你心不平就痛苦了，因为人是以心来生存的。 啊，你不是站在土地上，还是站在你心里边？心不平，当然痛苦啊。那菩萨呢、啊？他等心，这等心啊，他自己也舒服啊，对众生当然也没有闹是非，也不会说搞一些那个纷争出来，因为他等心嘛。圣心，圣呢就是殊胜。身心啊，就是。 深远深固啊，是这个深厚，对众生啊都有那种非常喜悦哈、啊，这种身心怜悯慈悲，不是那么浅的，甚的不是卑劣的，定心爱法、乐法、喜法之心，这是非常尊贵的，呃，是法、解脱之法、成佛之法，都有无限的爱乐。 灭诸烦恼，离恶去心，究竟菩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，得生禅定，诸通明慧。这、就是讲三明六啊，三明六通皆一足，皆一足是吧？诸通明慧，诸通就讲六通，明慧就讲三明。由至气觉，由至气觉呢，那就是气气觉，就是七菩提分啊，就是叫气觉之，由至气觉修心佛法。下面讲五眼，是菩萨万行观心眼。 啊，这叫又肉眼清澈，迷不分了，就是眼根清澈，看什么呢？非常清楚。这个眼睛清澈好啊，就像我们这个照相机啊，像素。这像素如果浅呢，你看这相机啊，拍的照片就不怎么清楚。如果像素很高啊，非常清晰，乱放多大都非常清晰。迷不分了，没有不分分别明了的。天眼洞达，这是肉眼呢。天眼通达无量无限，肉眼你这。 虽然看得清晰，但是墙挡住了，墙过面也看不着。那么如果天眼呢，就可以无量无限、远远近近，所有都能看得到，也可以穿墙无碍啊。那天眼就更殊胜了。天眼就是天人，他有点神通。法眼，法眼更殊胜了法眼就是则法眼，就对法有有鉴别的眼力。法眼观察究竟诸道啊，对于修什么法，断什么烦恼。 点点地都非常清楚明了，该怎么去修行啊？法的道路。那有法眼，第四呢？有慧眼。慧眼就更慧眼见真，慧眼就是见真是什么意思呢？见到真实啊，正悟诸法实相，破除人我。呃，这个法执，法眼只是你见到法的修行路径。那么法眼再进一步，法眼见真，那么得法眼净。得法眼净呢，就是。 呃，出国哈、啊，就是法眼见见到位，就是见到了。那么真慧眼呢，就是呃，就更进一步了，你见到真实。真实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啊，就是法性机灭啊这些。能渡彼岸，有慧眼啊才可以渡到彼岸。那么慧眼见真呢？ 就是阿罗汉呢，菩萨也见到一分真，还没有彻底圆满，所以叫佛眼。佛眼具足，彻底通达啊，圆满具了法性，一切无不朗朗明了。这佛眼就是无眼，无眼通达，以无碍智为人演说，等观三界空无所有，智修佛法具足辩才，除灭众生烦恼之患，从如来生，解法如如。 嗯，就是说这些菩萨呢，是从佛的智慧所升起的，叫从如来生。那么也有读从如来生，如就是真如啊，这个法性从这儿来解悟的。当然，我们读从如来生可能更好啊。我们念佛是从如来生，是佛子。那么当然从如来生，从佛而生，所以解法如如，从佛来生的。善至极灭，因生方便；善至极灭，这个极灭这两个字呢，是代表四地法门。 就是说，苦寂灭道，集是代表烦恼之因，灭呢就是集是烦恼的升起，灭是烦恼的灭除。啊、呃，就是说这些菩萨呢，知道众生的烦恼升起以及灭除的方法，音声方便啊，以、呃、音声是做一种方便，因为众生啊要讲音声要、啊、说法的啊，菩萨之间倒要用不着讲话，不兴是语，乐在正论。如果讲话呢？ 对世间的语言，对世间东西啊，没有好药，啊不感兴趣。所讲的法，什么叫正论呢？就是能够解除我们的烦恼，能让我们究竟得解脱利益，能够成佛的，这是正论。除此之外，啊都是闲话。梁阳经常问说：“哎呀，佛什么天上地下都知道，连大海里滴水过一一百年还把它取出来，那那么都知道，怎么不知道现在发明搞电脑呀，发明手机啊、飞机啊？那你这么佛经上都没讲这事儿啊？” 佛是不兴是娱乐在正论嘛，这个都是世间语言，什么经济啊、政治啊、科学呀、啊、啊什么历史啊、人文呐、啊、这些话。但是佛法当中，只要你要跟解脱相关的才说，所以佛就说了：“我所知法，嗯、呃，那个无量无边呢、啊，啊，能够说的只是佛没说的法如大地之土啊，说了的法只是小指甲盖这么点土多，不是说知道都要讲，没有意义的不讲。” 所以也专门问佛是死那佛说不回答，因为对你没有意义。修筑善本，自从佛道，这一切法皆系极灭，生生烦恼二于俱尽。啊，这“极灭”两个字特别好。什么叫生生烦恼二于俱尽呢？生生就是我们这个色身，烦恼呢指我们这心。 余呢，就说像我们轮回的众生，他就是有余不尽。这个生虽然死了啊，还有去投胎，还有神识再投胎就不尽了。那么烦恼呢，只是暂时的扶住那里，就是好的。烦恼啊，就是断不干净。所以像菩萨呢，他不一样，这些安乐国的菩菩萨，哎、呃，不管是身心啊，呃，这两方面都。 干净了啊，就彻底清净。文声生,生法，心不疑惧，常能修行。我们要听到身法就疑惧了，一般的人就这样的疑就是怀疑，惧就是恐惧，哇，一切都空了，那怎么办？啪嚓掉地里去了啊，那不麻烦了吗？啊，你就说啊，罪恶众生造罪凡夫念佛也能往生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么天下大乱了啊，疑惧。 甚神法，说念佛这一句名号能够度一切众生的净土成佛，说刹那之间都能怀疑恐惧，怀疑首先这个话怎么可能这样？然后就这样害怕了，那个、天不要塌了吗？那更不要谈修行了呀。其大悲者，深源微妙，弥不福载，就近一称，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，会由心出，于佛教法，概落无外。 智慧如大海，三昧如山王。山王说明他呢，这个稳定坚固不动，可以作为依靠啊。大海说明他的广大，慧光明镜超越日月，清白之法具足圆满，犹如雪山照著功德等于净固，犹如大地尽会好物无一心故。什么叫犹如雪山照住功德等于净固？就是佛这个菩萨的功德啊，像巍巍的雪山。你看这个雪山呢。 下大雪，整个叫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整个天地啊，全部给大雪覆盖了。那你看上去就是平等的、纯一的、干净的这个景象。这个下大雪，如果全山覆盖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景象。人在这个状况下，你的心会自然清净啊。我也写过一篇关于下雪的文章，就是你看这个大雪，因为它没有第二个颜色让你去分别，你想分别也无法分别。 甚至远近啊，这种立体感都没有了。整个啊，天苍苍，野茫茫呵呵，就是天地啊苍茫，就是一片洁白啊，消除了你这种远近啊、颜色啊、还有立体啊、还有这个这个这所有的差别的消消除，让你心里边呢，只细细的烦恼。所以，我们平常就是深深浅浅、远远近近、红红绿绿啊，都闹腾啊，觉得挺好。一大雪之后，啪，那个雪花，嚓、啊。 没有声音，你有什么小烦恼去飘，它给你压住压住压住，一直就给你哎你，所以下雪的时候你站着看那个雪花往下飘，你就是非常舒服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南方人是没有的啊哈哈啊，没那个这好的感觉。所以说这个犹如雪山照住功德，雪山它有一种这个光啊，这种光呢照远照近都是等一平静干净清净。 那么菩萨的功德来看众生，你众生哪怕你再怎样的污龊啊、污秽，但是给雪山功德一照，等于净谷，就给你照干净了。啊，下大雪，你说哪里干净不干净？啪，全给盖住。什么一个茅坑呐、啊，啊，什么一个死猪啊，啊，什么一个那个腐草败败絮啊，大雪一过，你看一片干净，是吧？这不就盖住了吗？ 这阿弥陀佛的无量慈悲大雪，你什么小罪过，全部给你盖上，没有了，干净了。犹如大地，尽会好物无一心故。这个大地呢，你看就是佛的菩萨的心，像大地一样，你清净的，你污秽的，你好的鲜花，你毒草，它都呢平等载荷，没有第二条心，没有一心啊，这就是大地。这是显示柔软慈悲啊。 啊，平等啊，犹如净水洗出尘劳诸垢染故。菩萨的心啊，像清净的水，啊，水有什么功功德呢？能够洗出尘劳，洗出我们构成，嗯，让我们干净。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，大火啊，能够烧灭一切这个心柴。 呃，佛呢、菩萨这种智慧三昧之火，能够烧灭众生一些烦恼之柴。所以你像我们这烦恼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觉得没办法。那对佛菩萨来说，好啊，有柴啊，烧。啊 <laughs> <laughs>，这烦恼心，你看，很简单，就给你烧了啪，烧炸了。烧了起火呢，还还还还核反应着，还烧出能量出来了。这众生的烦恼，给阿给阿弥陀佛、佛菩萨的智慧火一烧，烦恼还变成了度化众生的力量。 你要没点烦恼心还烧不着，所以佛菩萨看众生啊视为宝，看阿、啊、罗汉说：“哎呀，焦牙败种啊，灰身灭智，没没火不火那个火星都没有，的灭了，没没有火力。你看，哎，好，这是个禅，虽然有点湿气，没关系，考一考。所以经中说啊，一切烦恼是如来种，这是成佛的种子，犹如大风行住世界无障碍故。” 这风啊，这个、大风不是小风，大风从世界通，那是风啊，行空中哪有障碍呢？然后说，犹如虚空，一切有无所着故。虚空，虚空，比如说你这有一个桌子，有一个板凳，这是人讲的啊，有一个房子，有一座山。虚空对这个有并没有执着，说啊，这里有一个山，我、哦、不能放，我不能放了，没有。虚空就是无障碍啊，犹如莲花，于诸世界无染物故。 这些呢都、就是很好的形容词，底下不读了，你们回自己读去。第二十二首，安乐生闻菩萨众，人天智慧咸动达，身相庄严无数义，但顺他方故列名。颜容端正无可比，精微妙曲非人天，虚无之声无极体。 事故顶礼平等力。那么这一段是说呢，呃，安乐安乐净土的五称平等的平等的相状。这一段啊，它啊，先看先看，我们简单的把文句通一通啊。安乐佛国的声门大众和菩萨大众以及人天大众。 所以这个为是寄语嘛，它七个字一句，七个字一句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逗号中断了。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知道它是起很前面连在一起的，不是说安乐生闻菩萨众，人天智慧贤动达哦，前面忘了哦，这个人天智慧贤动达，那么生闻菩萨呢忘了，不是，他还说什么呢？安乐佛国生闻菩萨，人天智慧贤动达，是这意思，就是人天，人天的智慧。 那么跟谁比呢？跟前面的声闻和菩萨来相比较，都是一样。贤就是全部，动是动彻，达是通达，没有障碍啊。身相庄严无殊异，这也是接了前面。主语是谁呢？安乐佛国的声闻菩萨、人天，他们的身相庄严没有差别，叫无殊异。 但顺他方故列名，这还是要接着前面读。安乐佛国的声闻菩萨、人天，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差别？智慧也没有差别，身相也没有差别，内在智慧、外在身相都没有差别，你干嘛还要叫那么多名字呢？要叫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还有人天呐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它是有差别的啊。那菩萨庄严，那么凡夫啊、呃，人天就是凡夫。 他名字不一样，身闻是正四，呃，四地法门；圆觉是十二因缘法正悟。那菩萨呢，六度万恨，他们的内在正悟的觉悟智慧，啊，还有外在显示的身相都不同，才有这些名字。那么在极乐世界既然一样，那么都叫一个名字就好了吗？这里就说出几个字：但顺他方故列名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他方什么意思？相对极乐世界，我们就属于他方啊。你站在极乐安乐佛国菩萨的立场说啊，这是他方，他方哪位？特别是娑婆世界，你跟娑婆世界众生讲话，你得顺他讲，你得讲啊，有这个不同的名字，他听起来说，嗯，这还差不多啊。你你跟人家讲人话，跟鬼的讲鬼话，对吧？ 跟菩萨讲菩萨话，跟净土的就讲平等话。你都说不是戒，你讲平等话能行吗？入乡随俗啊，就得讲讲那些那个不平等的话。比如你对一条蛇，你说啊、哎，你蹦，这蛇这咱听不懂，怎么蹦？怎么蹦哒？那、哎、蛇你说，哎呀，如果这样你来来你，顺地溜着可快了。蛇一听，哎呀，好懂，哒听得很懂是吧？你对个坐嘛那站嘛，它就是蹦着走。你说，哎，你顺地溜。 这藏话还难懂了，怎么是你溜？那没,没法溜啊！哎，你再说，哎，这你再蹦着飞快，还蹦老高，这它的习性特点就这样。所以对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就要但顺他方，顺着他方故列名。我们娑婆世界说话都要按一个名字，不按名字没法说，所以要列，就是排列一个名字出来。 那么在极乐世界中，他哪里用了安、啊、名字呢？用不着的，啊，就是神光离相不可名，没有名字给你。那没有名字怎么说话？怎么交流？他也不用说话。那不说话怎么办？不说话就那样办嘛。本来极灭，啊，一心朗照，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那互相都知道，信息完全通达。颜容端正无可比。 安乐圣门菩萨、人天还是一样啊，一定要放在一起。他们的颜面颜哈，非常的端正庄严，无可比较，没有办法来比喻说明。娑婆世界那没法比，说天人呢长得非常美啊，这个说我们下面的人无法相比。那天人要跟呃。 极乐世界众生的颜容相比啊，那就差太远了。精微妙躯非人天，那么他的身体呢？这是讲他的容貌，他身体本身来讲，也不是说我们这样的肉体凡胎啊。他是用这几个字：精微妙躯啊，微是微妙微细，精是这个精精华，呃，妙趣，就是这身体，总总之讲甲。 就不是肉体凡胎、啊，不是我们这样的粗劣垢染的身体，所以不是非人非天的身体。我们讲天的身体就非常清净了啊,啊，天人啊，哎呀，色神清净啊，那跟极乐世界比那没法比啊。那么到底怎么了？他的身体什么样呢？啊，只能用这样来说明：虚无之身，无极体啊，虚无之身，无极体。虚无和无极就是讲。 就是法身，形容法身的境界，像虚空一样，遍达一切，呃，这个法界，所以叫无极。你讲身体啊，这什么身体？虚无之身，无极体。是故顶礼平等力。那么这样，智慧也一样啊。这里讲的平等有几个平等呢？那它有几个词？贤贤是接好、啊、同。 也是接啊，这这都是一样的意思。里一类，他说啊，动、呃、无益无数益。这个下面他这段经文呢，他是根据啊这一段的寄语啊，是根据《无量寿经》经文来的，《无量寿经》经文在八十七页啊。 八十七页，起诸生闻菩萨天人，智慧高明，神通洞达，贤同一类，行无异状，但因顺于方，故有天人之名。这个“故有天人之名”啊，后面呢还有省略号，故有天人、生闻菩萨等等这些名名名称。颜貌端正，超世稀有，容色微妙，非天非人。所以他说：“精微妙区，非人天。” 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。那么最后一句呢？是坦冉大尔加的，事故顶礼平等力。他加这句说明什么呢？这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主要讲的就是说五乘平等。那么这种平等是谁的力量让他平等呢？是阿弥陀佛的力量。所以是平等力，就是指阿弥陀佛，不是他们自己修行能够平等的。你人天跟身份跟圆觉，你怎么能平等呢？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众生，你跟大菩萨，你凭什么跟他平等？你凭什么？ 啊！你要不念佛，你怎么能跟他平等？你没办法呀！你凭什么？凭念佛嘛？啊，凭凭什么？凭平等力呀！这就平等了、啊。这不然这说不通的、哎。那么有几个平等呢？智慧平等，是吧？神通平等。他说智慧高明，神通通达，贤通一类嘛。智慧平等，神通平等，身相也是平等，言容也是平等，从内在。 外向，内在智慧神通，外向的身相、呃颜容都一样。那我们用了几个形容词叫弦，叫贤同啊贤也好，同也好，接接受，这都是一样的。然后一类，呃、哎、贤同一类，一类就是一模一样啊，形无异状，无异，不也都一样吗？那最后说虚无无极，这都都讲一样。那么这里呢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发，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所谓的因顺于方。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就当我们看到净土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一定要知道，这是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所讲的，是随顺我们众生的语言、思维、逻辑习惯，呃，这样来表达，所以应顺于方，并不代表净土就仅仅是这样子啊，完全不足以形容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概念呢，那我们看到看到看的地方，你就心里边就能够啊、哦，这是应顺于方，为什么讲？ 呃，三倍九品啊，为什么讲什么身份缘觉啊？这都是讲因顺于方啊。啊，为什么讲化盖小者四百里啊、呃，乃至乃至遍覆一一佛界？为什么还有大有小啊？因顺于方啊啊！所以你理解不了的，你就想到因顺于方，这殊不世界的事儿。然后我们也一样，讲平等。我们想到平等就一模一样，不要有差别，高矮都一米八，这就是因顺于方了，不是。这 在说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啊，一米八跟一一百八十米也是一样平等，那就想不通了，当然想不通啊，你智慧没有洞达嘛啊。你比如讲声闻，你声闻这个词在极乐世界是用不上的，因为声闻，所以声闻什么，就是说在娑婆世界来讲，我们这三界之内。 三界之内呢有这些苦恼，所以呢解除三界的苦恼，呃，跳出三界之外，这叫升文。极乐净土本来就是非三界所设，本来就在净土之外。他谈什么跳跳出三，他不要讲升文，讲了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说啊，这个呃，达到小康啊，你家里边还温饱没有解决，你当然说达到小康还有意义。 每一家都是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了，你还说达到小康，那啥说有什么意思呢？说话没有意义了呀！啊，就不存在那种状态。有病则有药，无病则没药，因为我们这是三界啊，有三界的这种烦恼、疮漏的病，才要有呃断烦恼、正生门果这样的必要性到极乐世界呢都不谈这些。 啊，这是讲平等力啊，啊，记住啊，平等力啊。唐良大师总是把这一切啊，到最后都归到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不是菩萨自己有这样的，呃，或者声闻人天自己自己能达到这样。因为从哪里就是平等力体现呢？就是四十八愿当中说啊，往生极乐怎么样呢？无有好丑是吧？身皆金色。 你不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让我们这样的吗？包括智慧啊、神通，这一切在四十八里边都已经说好的。好，第二三首，感能得生安乐国，皆悉注于正定句邪定不定，其国无。诸佛咸赞故顶礼。啊，这首记呢是讲往生的积累，前面呢，这往生这么多好处，到底哪些人往生呢？ 这第一句啊，就是三个字哈：“敢能得生安乐国。”前面三个字“敢能得”，有的人一听说往生安乐国，他不敢去，不敢，不敢。几个，一个就是说怕死啊，这是一种不敢；第二说，我这么大罪过，我这么烦恼这么重，我还能去啊？想都不敢想，所以他不敢啊，发不了这个心，这就是发不了菩提心。 你们敢不敢？敢哎呀，勇士！<laughs> 这就是敢哎，敢一鼓动，我敢去了，敢去那能不能去呢？<能>啊，能，这就叫能。那能是一种可能性。那到底有去没有去呢？得不得呢？得,得，是吧？所以敢能得，它是三个词它有有有次序的。敢首先是发心，我敢去，我也有这个愿望。然后有愿望，你要有可能性啊。 里边一个大海，你敢不敢过？想敢，敢怎么去？船也没有，好搞一个小船、小皮划，能不能过？半路上漂翻了，敢能得敢往生，也能往生，可能往生，哎、啊，得到往生，这得字的就就就扣定了啊，敢能得生安乐国，还有皆悉住于镇定句，这皆悉住于镇定句啊，也跟前面合在一块读。那么我们可能会读说，哎呀，生了安乐国的人。 只要往生安乐国的人都注意正定之句，那当然毫无,无话可说，肯定这样。那么其实呢，前面三个字上，只要你敢往生，只要能往生，只要得往生，这三种人都属于注意正定之句。不注意正定之句，你都不敢往生，那个敢也是假的，心里没那个勇气，是吧？保证你百分之百往生。正定句，正定句什么意思呢？正定句就是百分之百成佛，这叫正定句。这一般的通途教理。 那么，以我们净土来讲，从果上就到净土正定聚，这是无话可说啊。到净土啊，都是决定成佛，这是第十一院所规定的。呃，第十一院说：“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，不取正觉。住定居的目标是必至灭度，因为要必至灭度，所以讲住正定居所以他的这个十一院的院体是讲必至灭度，不是以正定聚作为他的一个院体。这是呢。 因因为在我们娑，这也是因顺于方，在娑婆世界，那么你先要注定镇定聚，就是不退转，然后才可以避之灭度。所以也是这样的，顺着我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来讲这个，但是目的是想注这个避之灭度。到极乐世界当然这样。那么其实，在果上，在因中，在此界，你只要敢能得生安乐国，你也注意镇定聚，这是往生的积累啊，就专修念佛。 你仰靠阿弥陀愿力，就百分之百往生，没有一个遗漏。就是说，这也正定去了，啊，因中因中已得，所以在普世说《说菩萨说现身不退，不一定是到净土啊。我们有相当那个充分的，我们有充分的呃经论是正文来证明啊，现身不退，邪定不定，其国无。 这起国无呢？从字面来看，就是极乐净土没有协定句和不定句。协定句是决定不能成佛之人，不定句呢是说有因缘就可能成佛，没有因缘就就不确定的。两者之间啊，极乐世界当然没有这些，个个都决定成佛。那么我们在娑婆世界呢，如果我们念佛，其实我们也属于极乐国的人了啊，也属于七国众生。因为彼、啊、佛受命及其人民，我们都算是极乐净土的。所以说呢。 啊，同一念佛无别道，远通法界皆兄弟。人虽然还在娑婆，但是呢，呃，这个娑婆消耗，极乐报道，啊，名我们的国籍已经是挂在极乐净土了。所以你念佛之人，极乐莲花有你一朵，上面有你名字，写了你的户籍、原住珠珠地、娑婆世界、那个南洋附体，什么什么什么年代住哪个地方，哎。 第二四首，好、啊，第二四首，第二三首是往生积累，那第二四首说往生正因，怎么能够注意正定句？靠这个呢？所以这首记啊，我们说过了，二四首、二七首、二四、二九都讲跟教理相关的。不过虽然讲教理，它也是非常简略，因为它不是一种呃长行散文的解释。 寄语的解释啊，是宋，诸闻阿弥陀德号，信心欢喜庆所闻，乃记一念至心者，回向愿生皆得往，唯除忤逆谤正法，故我顶礼愿往生。这首偈呢，是解释第十八愿成就文的。十八愿成就文在九十一页《圣教集》，他说：“诸有众生闻其名号。” 信心欢喜，乃至一念，至性回向，愿生彼国，积得往生，诸不退转，唯处五逆诽谤正法。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我们来对比一下：诸闻阿弥陀德号，诸就是诸有众生，也就是所有一切大众，只要有那个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。不过这里呢，它加了一个“德”字，啊，这个特别重要的意义。那么经文说，诸有众生闻其名号，你闻，如果你。 虽然闻，你不能觉得阿弥陀佛的功德圆满能救度你，那、这个闻等于没有闻到。所以，诸闻阿弥陀德号，他这个名号当中是有无量功德，啊、呃，是真实清净，哎，无量功德名号，啊，清净宝珠名号，呃，无量光寿名号。那么这种德呢？ 这种菩萨累世所及集啊，积累菩萨无量德行，也是令诸众生功德成就。这些功德是让我们平等拥有的啊。这样听闻叫做“诸闻阿弥陀德号”，信心欢喜是一样的。庆所闻啊，这是加了三个字“庆所闻”。那么信心欢喜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听得挺高兴，听得高兴，那往生能力一定嘛，那不一定。哎呀，愁死了。” 啊，那是啥高兴呢？因为法师讲了几个故事，所以庆所闻，他心中感到很庆幸。哎呀，我本来要、啊、六道轮回的，我我这罪过这么重，烦恼这么重，哎呀，终于非常庆幸啊，居然听到了阿弥陀佛的救度啊！这个无条件、主动平等、无条件救度，庆所闻，嗯，这叫信心欢喜，就是对你所闻的这个法，阿弥陀佛的德号，你感到庆幸，知道自己呢往生一定。 生死已了，成佛在握，这叫清所闻。乃即一念至心者啊，他乃即念是一样的，不过改了一个字，叫这个字读“即”啊。那即”啊，意思也是一样，也跟“智”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要改呢？这是文法表达的需要，应顺于方。 如果乃至一念至心者，读起来就有点儿至至至啊，这舌头有点不灵光。所以呢，唐大师呢，呃，他很慈悲，换一个字乃至一念至心者，这读了不就爽了吗？这意思。这至心者指什么？至心回向啊。所以他底下呢，也是为了呃文词的需要，加了一个者，乃至一念至心者，你有一念至心。 回这样的人，至心就是真诚心、真实心，因为我们信心欢喜啊，听闻阿弥陀佛名号，信心欢喜信所闻，你自然从心中啊就会起这个乃至一念真心这样的心发起来。哦，阿弥陀佛救度我，那我就一念归命，这一念不代表一念，是代表相续永永的念下去。回向愿生皆得往。 所以这经文说呢，回智信回向愿生彼国，积德往生。经文是说积德往生，积德往生是显示它的时间上啊没有，呃，不是别时意啊，不要等待多长时间之后讲、啊、时间的。那么皆德往生呢，是讲配对前面那个诸诸文阿弥陀德号，说一个都不漏的。这两个如果来看呢，就更加清楚了。 那么，所有皆得往生的人也是积德往生。那么，积德往生的不止哪一个人，是所有人都是积德往生的。所以呢，啊，对照来看，那最后说，故我顶礼愿往生。我谭鸾，我们前面说过了，只有这首记子里边，谭老大师说了，故我顶礼愿往生。也就是知道谭老大师他这个愿往生，他从哪里升起来的？就是根据这第十八愿，阿弥陀佛的名号。 所以往生的正因就在这一条愿，那么这个愿里边说了，唯俗五理诽谤,诽谤诽谤正法，这就积生性。那么，呃，回向愿生皆得往等等，那个讲的就是法生性啊。所谓的信心欢喜庆所闻，你庆所闻为什么会庆所闻呢？因为你这样的恶疾，如果他本来就是阿罗汉，他本来就是大菩萨，他当然听到就无所谓，他没有无所谓庆所闻啊。啊，你是穷人，现在说哎呀马上发钱。 那你轻所闻啊？你家里面钱多了呢，发那个钱我还看不中，是吧？你都不会轻所闻呐、啊。所以这里呢，显示谭老大师他这种，呃，信仰啊，产生啊，从哪来的？就来自于这这条愿。比如我们愿往生，他这个故事非常重，非常好哈、啊。所以我顶礼愿往生。 那我们愿往生，我们愿往生，我们说前面我们加一大堆啊，因为我要修三福，我因为呢，故我顶礼愿往生，那你就落空了呀。你靠你的三福啊，又靠你的这个杂心杂修啊，那你愿往生当然也很好啊，但是那个靠不住。要诸闻阿弥陀德号，信心欢喜亲所闻。你这时候发起来的故我顶礼愿往生，这个愿往人心才是乃至一念至心者，才是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，这才是信心清净。 这才是真诚愿往生之心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才叫做呢清净愿往生心。那么这样的往生心就决定呢是不退转啊，决定能够皆得往生。那靠我们自己那个那就是不确定的，所以我们的往生的本钱，我们往生的依靠，都要回归到这个愿当中来。这是整个呃四十八愿的愿体啊，也是我们往生之体。这句话放在这里呢，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。 那我们要想到，呃，往生论《往生论》《往生论》说呢，无量寿经由菩提舌愿生记，一开篇，天津菩萨就说：“世尊，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，愿生安乐国。他”他天津菩萨也是一样的，他为什么愿往生啊？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啊，也是来自于这首，啊，呃，就是这个第十八愿。他天津菩萨为什么愿往生？整个《愿生记》。 也是根据这一个第十八愿衍生出来，所以所以说啊，愿生安乐国，能够理解吗？世尊，我一心归命嘛，那就知心信乐、啊，信心化起乃至念啊，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外光如来，就阿弥陀德号啊，尽十方无外光能够破除我这一切无名啊。第二十五首。 前面说啊，颜、呃、容端正，怎么颜容端正呢？这里说他的形色。安乐身纹，安乐菩萨身纹背，于此世界无比方，世家无爱大辩才，设诸假令是少分，最见七人并帝王，帝王复比金轮王，如是辗转至六天，次第相行皆如是，以天色相欲如啊、呃、欲与彼。 千万亿倍非其类，皆是法藏愿力为起手顶礼大心力，安乐国土的声闻菩萨，这里略掉了，还有人天之类。但人天这两个字呢，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里的“人天”，这里呢就没有说到了啊。其实人天也在这当中。与此世界无比方，在这个世界来讲呢，是没有什么可以形容它的，没办法比。 即使释迦牟尼佛以他无碍的神通辩才，也没法向我们说明白，所以只好呢打比喻，设住假令，用这种假设的方法来给我们打比喻，显示稍分的啊，少少的来显示他怎样的呃人天的色相的庄严，所以要设设住假令是少分。 那怎么假定呢？说假定这个乞人就是乞丐，最贫穷下贱的乞丐，他在一个啊、呃、威德庄严的帝王旁边，那两个就不能相比了呀，差太多了啊，差千万亿倍。那么帝王呢？人间的帝王虽然是呃殊胜尊贵，但是要比金龙王、金龙王转龙王啊，分成四个级别：金银铜铁，金龙王是最高的。 啊，金、银、银龙王、铜龙王、铁龙王，他们各自的威德势力，还有呃教化的民众，地域的广大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来比金龙王，那又差了千万一倍。金龙王再往天上的六欲天，从最低层开始比，刀立天往上比，一层一层各差千万一倍。说次第相行，皆如是，一直到第六层天，以天色下。 那么第六天呢？这个天人最庄严了，以这个天人的色相来比喻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、圆觉，他们的相貌庄严，那差了千万亿倍非其类，简直没法比，不是一个等级的啊，不是一个类别。那么这些呢，能够成就这样色身为妙是谁呢？不是声闻圆觉菩萨自己，皆是法藏愿力为。就前面说平等力，这里说愿力为。 所以呢，起手顶礼大兴利。好，回去呢，大家看一看《圣教集》八十八页啊。今天我们这堂课到这里。